这儿有来时的痕迹，快滚！我们撤，动作麻利点，有动静。 阿柴似乎对你有格外的好感，你可以和他建立契约，让他成为你的战宠。双方意愿已确认，战宠契约建立成功。接收到活跃信号，那里应该是一处信号站。
检测到附近有大量异化生物，注意留意周围。 检测到信号站终端位于二楼，需要激活它以解除房间屏障。 测到信号增强，小心，有危险正在靠近。 发现信号源头，信号站中央的远程通讯仪。 存在于你微端中的智能 AI， 你刚刚解锁了我的人格数据，你可以叫我星兰。现在你激活了这个远程通讯仪，从中获取了我另外部分的数据，所以我有了更多的功能，更强的数据分析、通信交流能力，以及更像一个人类。我会运用这些功能更好地协助你，帮助你提升自己的实力。现在， 我可以为你解除这里的房间屏障。房间屏障已经解除，你可以在站中搜集能用的资源。